大家好，我是剪辑师。看一下抢一地跟叶枫的这一局比赛啊，跳过前面呢，直接来看手底的玛丽面对八神啊。这个跳 C 一六 C 出了败招啊，被二 C 滑铲打到，继续追，再来一遍啊，带个玫瑰，一顿骗。好了，先来看一下这边玛丽面对大猪啊，这有点快。昨天晚上两个人打了，哎呀，我也不知道打了几场，反正我是从八点多看到十一点多啊，撤了，好像是打到十二点多。哎呀，这个大飞天啊！跳 D 站 C 前 A， 好了，看一下这边啊，接近三期的玛丽先爆一颗半血，跳 C， 然后打逆向被踢。空防啊，这个大门这边没出来啊，吃到一个大玫瑰，再相杀一个滑铲，好快。